他们接下来带的是什么歌啊？哦，也是阿令的那个离开的时候。我选这首歌是因为，情伤吧。哦，每次回来都每次开心哎、哦、就是因为在这个大学这个小型社会，其实看到很多面孔，然后会开启很多模式面对很多人，所以你每一天的时候就会想怎么办怎么办这样。然后我之后在大学遇到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是他突然就离开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对，就莫名其妙认识啊。他也是因为唱歌然后骗走我的心。哦，他用骗的哟，他用骗的，他也没有还我钱嘞。好啦，就带来这首《离开的时候》。